这个是甘小仙他们家的甘小兔全麦面包，它这个面包就是小兔子的形状，高蛋白高膳食纤维，里面是添加真全麦，然后还添加了红枣的，一个个都是这种小兔子的形状，很可爱，就看它这个造型小朋友就很喜欢吃。零添加蔗糖啊，零添加色素，看，哇，很柔软，早八人上班族或者是给咱们孩子呀做个早餐都是可以的，好吃新鲜又健康。先吃个兔耳朵，它里面这个黑色的就是红枣啊，很浓啊，全麦的香味还有红枣的香，高蛋白高膳食纤维，零添加蔗糖的，身材管理期间呀，健身达人、早八人、上班族和咱们学生都可以吃的。上面都是这个全麦，好可爱，重点也很好吃。它这个吃起来有三四分的甜度啊，很浓的枣香，但它不添加蔗糖的，很柔软，一点也不干吧。这个一箱是420克啊，然后里面只有6个，这一个就是有70克。